most of these are chicks. Yeah. See, they're a bit fluffier looking. Yes. Yes. 监督通常是会来调查我们的那种气。 试图用我的台湾来的钱包跟一只企鹅工读生做朋友。 那个是我的鞋子，吓跑了啦！ 他快要来了，很想要检查你，但你要有点耐心。 上面都是企鹅，跟鸟。对啊。海滩上全都是企鹅。
上完了吗？上下课回家的路上，回家去，他们游泳边聊天哦。因为他们游泳课那个上完了，有的游泳课你也看到有些游的比较凶，被老师叫再一次这样。